叫什么特别？我看见他了吗？不，林道贤。然后那个现在其实有一点沧桑，因为就是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已经一天就妆容已经添了，就有点脏。跟你说，黑屏，真黑屏。哎呦，都行。好 man， 对啊，大 man。好呀。我高中那会儿可喜欢听这歌呢。什么？给你们听嘛。啊。等一下，我找一下。哎呦，其实。男的。哎呦呦呦呦。不是。哎，看你哦。哇。张小友。等一下。杨一帆，我对不起你。你又干嘛嘞？哎呦，那本身快坏了。啊啊！我以为赖我了。赖你？那就行。我以为我刚才把他的那个什么露背了，人穿衣服了。对啊。对啊，你刚才说的嘛，对吧？这个好好听。你看那个，好自私呀。怎么了？什么？希望自己的应援会唱的哪首歌给你弄生日祝福呢？你说下一年吧，刚过完生日，让大家先休息会儿吧。哦、哇，已经就是花的不行了。我一定会把这直播删了，因为太丑了。大话就今天很日常嘛，很日常。我们今天那个后边是杨一帆，杨一帆，过来看看嘛。不要，别录了，求你。哇，这人好狂！我说今天会删，他来了句不丑，只是难看。哎，我想听那个没修版那个歌耶。这时候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就要放出林娜了。知道李娜是什么吗？你怕了吗？什么？做梦嫁你？点了，我点了，没关系。放出李娜哦！哎呀，开门！嗨！开门放李娜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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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我真的好沧桑啊，我。天空一声巨响，李娜登场。咣！瘦了吗？我在一帆的房间，然后那个只有一帆啊，一帆的房间只有一帆。我会分身术。这个就一帆现在开始自己住了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李娜嘛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了？你俩转型了，转型御姐儿，然后一帆受不了了，然后一帆受不了就跟我说：“陈楠，那个咱俩一起去打鱼吧。”我说：“行啊。”受不了就公演完之后，我们俩就去打鱼，然后挣点外快。你们也知道，像用吃鱼呢，用我们的工资，用我们的工资根本过不了一个月，所以我们只能用剩下的时间去打鱼。然后李娜因为最近走了御姐风，她不可能放下面子跟我们一起去打鱼的。然后去干嘛了？啊，他是搞事情。你大家也知道，李娜释放了天性之后，越来越 red 了。就你像什么什么，在打鱼啊，就是那个现在那个篮子都在我的那个床头，大家也知道啊。然后然后一帆其实也挺不容易的，你也知道，我们李娜就素质差点。太可爱了！来，重来！今天我见到林娜了，她太可爱了，她居然去扶了老奶奶。前面那高跟鞋多少厘米啊？你的准备有十厘米吧？十厘米吧，也就得了，我那绝对是十厘米高。八厘米。十二厘米。不，你看着她那什么，其实春雨我们还十吧，我觉得有十或者八，因为你可以抓吗？刚才那个。人家说了，然而老奶奶并不想过马路，
林娜，你非得扶人家过马路？我真的不扶，就扶你。我发现林娜真的挺厉害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就所有就那种就迷之非主流语言，她都会。一人，我一人。嘴巴佳人成双对，两眼是独相随。哇，这个卸飞机，这头像太出戏了。卸飞机到底是什么？你却不知道，让我给大家演一个。孙子，爷爷，以后就给你起名儿，叫谢腾飞。谢腾飞知道不？就像飞机一样，在天上唰唰飞。跟你说，忘记什么都不能忘记这名儿，知道不？知道。知道了吧？嗯。告诉爷爷，你叫什么呀？谢飞机。懂了吗？好无聊。这是那小男孩是吗？就那个。就我的表情包知道那个。啊。就呜。没事，没照到你。不是照到我。会啊 ，wink。这年头谁还不会个 wink？今年都谁不会个问狗，还能问狗带心？这样人能跳爱的魔法？明天就告诉我，真的没有人去看公演吗？哈哈哈！你想听公演是不是？我听见了。行，好了，我关那个跟大家说再见了，就深夜档，就大家可以洗洗睡啊。我这没关系，我就很口误嘛。我就喜欢你们这种就是叫什么拦着我的样子。他们说明年圣诞见。牛聪聪，牛聪聪，哇，牛聪聪，哎，你的脑子在哪里？什么？哎呀，这个口误，我说你到底干不干？什么呀？你干嘛？你关了吧。下面你关没关？谢楠，你怎么了？就跟你说别在这屋。怎么了？想对扣工资。嗯。呀。怪就怪陈建南在这日暮。哎呀，一会儿就关了嘛。他们非得说，就是我一直播，他们没法释放天性，你们也知道，你知道吧？你在门口直播吧。请你出去，请你滚出去，我就不，你们打死我，那就我一个人在旁边，你们四个人出去，我房间有四个人，知道吗？那有一个不是人字的，五个人，房间五个人，李翔，我再来给你放首歌吧，张小莹、木易，对吧？他们好见外，李娜对我说出了终止，李翔。你想瞎说，人家刚刚恢复公演，你这样搞人真的好吗？那怎么着，我刚才说出了终止，什么给面子交钱。小娘子不是是为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人不是还四个人的吗？人要能屈能伸，懂吧？能屈能伸，我是不会被一点这点事情就是怎么地了，知道吧？你怎么打我骂我可以，要是但是扣钱不可以。直播哪里呢？为什么？打没啥意思。你快看，你快看。怎么了？他对你扣钱，你看他干嘛呢？我夜蝶，我说这个夜蝶真的是好搞笑。是现在都是歌曲吗？我看一会儿能不能有人那个给我截个图告我，逗什么？现在走啊，张莹，带你去看他跳舞，带你去看李娜跳舞，走。啊，对他们一会儿要去练那个4月1日的那个。4月1日军训。啊！哎，快走！就4月1日的那个。走吧，去看看吧。走。一会儿我去找你们。自个儿待着吧啊！等你找我时候我们就跳完了，不好意思。没跳完就回来了，你找我们手。那咱还拿，现在把房间留给陈倩楠。不行，你这个立不住。我去了，我去了。
哪哪你立不住。现在把房间留给倩楠女士。哎呀，闹心！你这立不住我，哎呀，哎呀！修仙的定义是什么？修仙，我什么时候修仙了？哈、啊，我怎么不知道啊？啊，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？修仙，修仙什么？不要随便，怎么都心好累是什么鬼？对啊，就是都很刻苦嘛。然后一会儿我也要去练舞了，然后大家也早睡。然后感觉自己头发变少了，然后那个，真的不能修仙，就皮肤都不好。你们也辛苦啦。困了我。我睡觉吧。突然好安静，我都不适应了。哇！我也希望你们能早早睡嘛，因为怎么说呢，那啥嘛，那个今天起太早了，昨天睡太晚了。我在想那个什么来着，超级话题是有提示是吧？但是是不是不准？我觉得你们也早点睡啊。秃了，越来越秃，然后一扎马尾，眼睛就这样，哎、啊，就更有个性了呢。你们猜啊，国王抄到谁了？真的吗？成你们吉言，成你们吉言好吗？还好，忙过这段时间应该就更忙了。我觉得我有必要做一下，这是什么？这叫什么？叫什么来着？表情管理，但我觉得我应该不太可能了，因为我的面部表情能表达我的心情。我已经连续两年没有游泳了。你们怎么知道刘海是我自己剪的？反正我什么丑样你们没看见过，无所谓了嘛。哎，这其实每次我照相，我心里想其实都是我好好看，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都觉得我想的是我好丑啊。打个哈欠。告诉我个事情，我的粉丝改推了，谁改推了？谁？怎么胖了？胖了吗？怎么可能？眼睛要掉出来什么鬼？不行。清明节搞什么事情？你们清明节搞事情，难道你们有一些情怀吗？瘦了吧？你们就总打广告嘛。最近被推荐了一个小说，然后叫《魔道祖师》，你们有人看过吗？因为它是一篇耽美文。
今天去看了，今天大家都发微博了，我还没有发，因为是被那个什么，被那个 B 站那个推送叫做《同道殊途》那首歌特别好听，因为声优都很赞。嗯，大家也要搬砖嘛，我也搬砖，都搬砖，都搬砖。哦，最近其实气色不太好，你看我那黑眼圈，这什么呀？黑眼圈，哇，好沧桑啊！一会儿我今天打算一定要早睡。也是已经演，就如何画出那个下眼线，就像闭眼就有了，闭眼。也希望你们早点休息。然后最近特别搞笑，就是一发微博就好多人帮我刷转发，然后就有一种自己好像很 red 的感觉。我不是诚心把它画这么黑的呀，是一闭眼就黑了。对，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买水军比较贵，还不如咱自己刷呢。咱自己刷就是既不花钱，也就动动手累点。啊，对，本身就那么 red 是吧？没刷，对，我没涂。贴的。Fashion style 什么呀？什么小偶像表态了？转发抽奖才过百啊，等于就是发微博不会过百，就是那种转发抽奖就会过百，对吧？我那阵儿就是有段时间就是不是参加了啊，弟弟马玉玲儿，马玉玲，没事儿。我弟弟，你是不是已经卸完妆什么的了？什么？好嫩啊！对啊，人家才19岁嘛，怎么可能不嫩嘛？人家才19岁啊！对，就黑眼圈哈，这个其实是妆晕掉了。我最近一定会好好睡觉的。然后刚才一直在闻这个芒果。人家是19岁的少女偶像，怎么可能会因为什么？好好跟哥哥学一下，多直播。哥哥也不经常直播呀，哥哥经常直播啊。对啊，19岁该转型来 biu biu 了，对吧？哼，吓得我关了声音，放李娜。发，我最近发多勤呢，真是讨厌。我这一周哪直播3次了？对啊，什么时候直播了？不是寇娜放假呀，是木一房间，这手残。什么鬼？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看过《龙族》？困了，我们再播3分钟，然后就明天见吧，好吧。我可喜欢特殊公演了，因为特殊公演就是可以玩儿。
大家就能看到你们，一二三，我看到你了，这里我看见。嘿，你要这么说的话啊，对，恭喜祖，恭喜国祖，没关系，我们以后还会更牛的，对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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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就见到我的时候不要害羞，然后多跟我讲讲话，对啊，因为其实我记性不是很好，就是这样子。然后就是一日店员，也希望大家能够就来跟我聊聊天，这种啊这种感觉。然后你上午呢可以跟我们来一下，就什么一日店员，晚上你可以看一场 BJ48 的公演啊，好吧。你们愚人节愚人节去，你们清明节应该放假吧，一定会放假，法定节日呢。对，你来看一下我们的理想和苏珊珊，然后见一下我们队友的青石容颜。谁？啊！我太恶心，哪恶心啊？就行了，我要去练舞了，然后最后一分钟。对，就是不来看我没有关系，希望大家能多就是积极一些，大家。然后明天，对，明天那个没关系，一会儿练完舞就可以吃饭了。然后明天希望大家能够那个什么，就是好多看看 TME 的公演，谢谢大家。然后那个就还没到四十呢，这么想让我走啊？嗯，好吧，好吧，辛苦了老铁，谢谢大家。对啊，对啊。对啊，就结束，就这样结束哦。哦，谢谢谢谢。今天去看秀的时候，第一个哦，好，不说了，拜拜。希望大家都好好睡觉，然后拜拜，来个 wink， 拜拜。